的结果就决定到十六年以后的发展，所以这个选举是大人的选举。你有要赢无？爱问讲，你有要赢无？如果要赢，咱大家来做伙要赢，才对啊！来做伙要清除中国白牙声音入面嘛，安尼就是咱的赢嘛。要赢，要赢就拼。我讲，阮赢的，我听到这個，我真正拢叫做龟兰趴火啊 ，football fire。啊，讲龟兰趴火，大家就敢讲，啊，种啊，即个新意就是讲，什么新意之乱啊，然后新意干干叫哦，就这样嘛，用风啊有无？啊，我呢嘛做好个，你嘛想哪？因为这个人叫暴力小英，无啊啦，欸，小英哪有啊？人迄自行车伊迄种火诶，干叫架，啊，人伊迄较暴力。你看，咱这小英清洗啊啦，咱是不是太小英清洗？